又是说怎么会有人出门约会一起到医院里面按摩呀？这是什么新奇的约会方式？其实一切都如果只要彼此都还拥有。那接过一下。到底有没有人？有没有狗权？搞 CD 就没有狗权吗？是的。哎，等一下。没事，你这边掏出来。哦，出鸡腿。还要打两份工。为什么狗狗要工作啊？到底有没有狗权呢？居然还要上两份班。金医生是真的很伤心，为什么狗狗要工作啊？是有什么义务要赡养吗？不是很懂吗？一旦子挂不住了，这种。我觉得好好玩呢、啊，虽然它卡住了，但是一推一推，好玩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坐拖车，哇，免费坐拖车，好开心呀、啊！我们好高呀，车车和人人都好矮呀，在被拖车的。情况下，金医生也在努力工作，我哭死了。就算这么努力工作，大家知道刚刚说什么吗？他说赶快工作，工作完了抽一根感情。我们狗狗是这样的吧？私底下他就是烟酒都来的。怎么会有人工作的时候突然电脑就重启了，而且正在编写文档，马上要点保存。天哪！这大片 PS 会为我保存，但也不妨碍我骂戴尔啊！天哪，怎么这个样子啊？金医生，多赚钱，赶快换笔记本电脑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很刺激，真的很刺激。是，这次先充电好了。他都说了，他私下就是烟酒，烟酒都来了。刺激。攒一下功德吧，受不了了！别人是打木鱼，我是把嘴抽烂，今天就把他背给吸黑。请问那边怎么走啊？我在听。你怎么知道我有驾照了呢？我有说过吗？刚才我有驾照了。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有驾照了呢？我有驾照了哟。I fell for you.那皮肤科或者减肥专科呢？皮肤科或者减肥专科？减肥专科还有，皮肤科没有了。那就减肥专科帮我挂一个号吧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人奇怪的仪式感。这个人陪我走到门口。对的。好的。你要走了吗？拜拜。哒哒，这里就是我的。莫名其妙，本来是跟金医生来医院里面按摩的，但是呢今天没有按摩的挂号了，所以呢我就在皮肤和
皮肤和减肥门诊中间选了减肥门诊，因为皮肤也没有号了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刚刚跟那个医生说，那我先从散步开始吧。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什么散步啊，你快走，你这么年轻散什么步啊。朱医生你好，朱医生你好。好的好吧，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又从广东中医院，我走回我家，走回佛山我走回佛山进行一些竞走训练啊，备战奥运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常吃碳水，早上米粉，中午面条，然后晚上什么之类，就每天优质蛋白吃的很少，然后吃碳水很多的纯种中国人的话，就会推荐啊。其实医生讲的减肥方法就是很简单的，少吃多动，然后少吃的话就是其中吃的部分就是蛋白质居多，希望可以多吃点蛋白质，然后把原本的碳水可以把它换成玉米。其实灵修的过程当中，整个人太太臃肿太淤堵的话，我经常在冥想的过程中会有一种不通透的感觉，有种我的灵力被我的油脂给堵住了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可能不是要挂皮肤科，然后减肥专科，就是然后我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体内太湿了，少看点黄色的东西吧。大女大学生，少看点黄色的东西，说的就是你，女大学生。我要挂精神科，我觉得。